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康的分身流资讯，那就是韩版在这一周推出了《冰之女王监牢》的副本。这个副本你只要人物有60级以上，每天都可以进场一次，里面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各式各样的综合硬币，重点是它里面还会获得卡包，这样子啊，里面只要打完冰魔就有机会获得半包的高级卡包，打完冰之女王一样可以获得半包的高级卡包，大奖还是红色圣物卡冰之女王的王冠。那这个活动是每个角色都可以刷一次的，所以你只要分身流够多啊，一样是可以刷出一堆的高级卡包。虽然卡量可能不比疯狂马戏团这么夸张，不过这也是一个分身流必须要掌握的好活动。那这个活动预计在台版的2周后会上线，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人物移民到你分身够多的伺服器，让他每天刷好刷满哦。好啦，我是丁丁，那我们下支影片再会，大家拜拜。